感谢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一起阅读在诗篇121篇第一章到第八节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左右边应付比你，然后摆着太阳臂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并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疼我们。我们希望主你圣灵可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经节呢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要向山举目，他起先为了要得着帮助而向山仰望。当人们发誓的时候，为了表示向山一样不会改变，就会指着山起誓。因为呢，自古以来山为可靠的象征。但诗篇的作者所仰望的山，不是指地理环境上的山，乃是权势、金钱和名望。我可否依靠如同山一般可靠的前世呢？若依靠山一般可靠的金钱和名望，能否得到帮助吗？虽然他也会想依靠这些是否能得到帮助，但最后却发现前世金钱和名望出现少时就会消失无踪，不能成为恒久的帮助。那我从那里可以得到帮助呢？作者接着，我的帮助从创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感谢主，我的帮助从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的主宰而来，这是很正确的信仰的告白，对不对？那么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如何成为我们的帮助呢？就算神创造天地，前知前能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但若我们若不明白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，神就无法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么神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帮助呢？第一，因为神是爱。当神爱我们，他会赐福我们，不会伤害我们。就像我们知道父母因爱着我们，常常照着并祝福我们。各位，有人看过神吗？因为神是灵，所以无法凭肉眼来看见他的形象。但神是爱，当我们经历并且感受到他的爱时，就能经历并感受神的存在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若我们为了一见神，从这座祷告跑到这个到这个地方祷告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祷告，然后呢换教会，那就是那不行，我们不能够这样子。因为神是爱我们，我们要有根基，我们要有教会，要有牧师，所以我们要互相的爱抚，不能够一直换教会。经过爱呢，就等于经历神，给人爱就等于和别人分享神。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你看，神的爱透过基督舍身流血集体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可以从十字架上的宝血看见神饶恕的爱，罪的赦免被称为义，神赐给我们他的爱。请看基督替我们背负比我们的头发还多过的过犯，接着牺牲将他涂起。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院子里被鞭打，背部和胸部被严重的撕裂，鲜血不断的从伤口流出来。我们领受他受鞭伤来而来的恩典。
看见神医治我们的大爱。神子因咒诅而垂挂着十字架上受苦，经圣经说，反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可以从神子因受咒诅而被挂在木头上，看见神要我们从咒诅中得释放，与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份。我们可以从十字架，耶稣十字架看见并且感受神要从死亡中拯救我们，这给我们永生天国的爱。看见耶稣的人等于看见神，因为神的爱在耶稣里面完全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当看见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时，就能接受他的爱并且信靠他。神原来如此的爱我们，他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上满愈，拥有神秘地帮助我们，然后我们的确信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不是我们爱你主，乃是你爱我们。主啊，你差遣你的儿子就是你自己变成人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，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改变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把我们的以下的生命都仰望都交托在你手里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扬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主啊，我就是主耶稣。